42岁叶璇近照曝光像网红，古装女神大变样，网友直呼认不出。近日，久未露面的叶璇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最新视频，引来不少争议。近期的视频中，已经42岁的叶璇却被嘲大变样了，虽然看起来颜值依旧很高，但辨识度降低，容貌大变引来不少争议。以往的鹅蛋脸也消失不见，变成了锥子脸型，搭配欧式大双眼皮，完全撞脸网红了，根本看不出是当年曾红极一时的古装女神叶璇啊。难怪不少网友纷纷在评论区表示怎么突然变样了，这个不是本人，没认出来等等，网友都直呼叶璇大变样，脸又尖又长像外星人，再加上深深的眼袋，整个人状态看起来不太好，视频中的表情也很僵硬，难怪不少网友都表示认不出这是叶璇啊。也因为叶璇容貌大变，被不少网友质疑整容，但其实不仅仅是视频晒出的状态大不如前，在社交网站上晒出的自拍照也和以往完全不同，眼睛太大，再加上特别尖的鼻子，五官比例都有些不和谐了，难怪不少网友都认不出了，但也有网友猜测是受到美颜和滤镜的影响，所以才会变化这么大啊。虽然颜值依旧抗打，但是辨识度却不如以往了，不少网友都纷纷表示叶璇越来越像网红了，晒出的自拍照也是卖萌无辜找角度的三件套，再加上特别重的美颜滤镜，难怪第一眼看上去完全看不出叶璇已经42岁了，但也和以往相差甚远啊。